大家好，春天快乐。作为资深的但非专业的园艺爱好者，我们今年购入了一些 Vigo 的 Garden Bed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视频，以后呢会做一期视频对大家进行更深入的介绍。今天呢，我们开箱的是一个17英尺高的圆形的 flower bed。这个虚虚状的东西呢，是一层 protective cover 保护层。第一印象呢，就是所有的零件都包装得很好，但是这个边缘的地方呢，还是有一定的 sharp， 所以最好还是戴上手套来进行安装。整个安装过程中最费时的就是撕掉这个保护膜，而第二耗时的呢，就是它真的有很多的螺钉螺母需要安装。但总体来说，整个安装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工具，一个人呢可以完成，但两个人一起工作可能会比较更快一些。它的包装盒上说安装过程只需要15分钟，但是呢真的有很多的膜需要撕，真的有很多的螺钉螺母需要安装。我们呢是花了比15分钟要多很多的时间才安装完毕的。虽然有一些繁琐，但是呢从难度角度来说，比 IKEA 的家具还是要简单很多很多的。就算你动手能力不够好呢，只要有耐心就可以了。公司还是非常贴心的，有附赠一个这样拧紧螺丝螺母的工具，不需要去用特殊的工具来完成这次安装。盒子看上去很小，但是装起来呢，整个的 flower bed 还是看上去非常的高大上的。表面的滤漆上如果仔细看呢，是有一些小小的磨损的。安装的最后一步呢，就是在 flower bed 的上面安上一个黑色的胶条，只需要轻轻的摁进去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就只是想跟大家来一起开个箱，在我们使用一段时间过后呢，会跟大家做一个汇报，然后做一期更详细的视频来介绍我们的使用心得。谢谢收看，再见喽。